好，这是木箱鼓哦，然后木箱鼓的打法其实有非常多。那木箱鼓叫做卡中哦。那其实我们在打，我是用爵士鼓的打法来做一个打击的。其实会爵士鼓的话，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，这是很简单，就大鼓、小鼓、hi hat。其实一般我在诠释音乐上的话 ，hi hat 我不会做出来，因为怕有一些杂音啦哈。但是我个人是就是喜欢用就大鼓小鼓，但你的拍点上就是要非常的稳，那你的力道还有你的punch你要控制，比方说抒情歌我就会用闷音，然后开放音，对不对？然后也可以打一些很猛歌，对不对？那可以做很猛的歌，然后再来就是，它很多地方都可以打，比方说，这边也可以打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你想象的还有很多。